本节目由顺滑好心情的统一阿萨姆冠名播出。自在周末由你绝配，本节目由红爵啤酒行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开启朝圣之旅的都市爬山虎东风轰打 HRV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抗炎止痒新升级的999PM 瓶升级凝胶装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顺滑好心情的统一阿萨姆冠名播出。自在周末由你绝配，本节目由红爵啤酒行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开启朝圣之旅的都市爬山虎东风轰打 HRV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抗炎止痒新升级的999PM 瓶升级凝胶装赞助播出。哎呀，起床，洗漱去。嗯，哇，小花好漂亮啊，好漂亮啊。我先去叫迪哥，迪哥。哎，起来了吗？刚醒。睡得怎么样？睡得头晕，还行吧，好热。好热是吧？啊，昨天还数片子。哇、哦，辛苦了哥哥。更热了。走，咱洗个漱去。走。去洗个漱，吃个早饭呢。走。吃早饭。吃早饭。来，开灶吧。嗯。嗯。这都吃起来了。对呀、啊。早、哦，哥哥。哇，选择真丰富。嗯，都很好吃。哦，那个小丁不舒服，嗯，有点不舒服，有点那个高反了。确实。我今天早上起来。我就嘴巴不涂口红都可红了，嘴巴上色了哈。嗯，睡得有点晕晕的，但是起来就好了。我早上起来看着迪哥脸都是肿的，没睡好，浮肿。整点儿，我昨天把 MV 都剪完了，我剪到两点多。哇，好棒啊！我们现在没有心愿券了，哦，待会儿给你们看一下 MV 好吧？我可以先预览一下吗？来，先预览一下，你看一下吧。今天星期四，明天星期五，再坚持一天，然后星期天，星期天不上班，出门去散散步，这就是我放空的一天。我想做无忧无虑的小糊涂，没有什么烦恼，无拘无束，有吃有喝有好朋友，我就知足。其实这个还挺好看的，这个绕圈圈。告诉你，我最喜欢星期六的下午，我的好朋友，有你陪在我的身边，我就知足。拿不拿得到心愿券？可以拿得到，绝了。怎么说？迪哥太狠了，太狠了！来，质检质检，客观一点啊！十张心愿券打底儿了，肯定的。哪一台？你们自己看吧，我在这吃馍。准备掌声。真棒！太好看了，剪得太棒了，拍得太好了，顶，赞！不行。还行，哎呀，真的，哎呀，太克制了，真的太克制。还行，我的天哪，你这，你们是不是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啊？我这还行，拿得出手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这个质检成功，成功 ，yes。哎，两张哈，两张心愿券。导演，你是好人，导演。
还行。哎呀，真的，哎呀，太克制了，真的太克制，还行。20年之后再看这个视频，真的非常有感触，非常有感触。那时候再让迪哥熬到凌晨2点剪个视频，一个20年后，我看多少岁啊？50多，57。那还应该保养保养，应该还年轻的。可以的，因为我基本上就25左右没怎么变了就。冻龄男神你是？那个，我们旁边挨着的是青海湖的骑马场。嗯，哎，要不去骑马看看？对，要帮助网友了解马的